猜猜这样的 Stat Tropic 角投多少钱？评论区猜价格，看谁最厉害。新山老板看房，阿莫斯特探房 ，Stat Tropic 双层角投 ，Lego。这里是 Stat Tropic 的 Kennedy Park， 优质的维尼社区，土地面积是56×85，建筑面积是2664平方英尺，五加一卧室，四间浴室，屋子面向北方，这里还是永久地契哦。欢迎来到你的新家，开哇！这间屋子真的是很大很宽敞。而且客厅有做了精装修的设计，是给一个大家庭来这里休息。而后方这里是一个饭厅区，接待外面的花园，氛围感非常的好。而转过身就是来到后面的长辈房，房间比一般的双层还大，而且这里还有一个收纳柜，这里有一个完整的厨房，空间蛮大的，配备也非常的齐全，公用的卫浴在旁边，非常的方便。然后从厨房延伸出去就是一个收纳房，紧接着顺着阶梯让我们来到了第二楼，二楼这里有一个小厅，这边的书房。而向南这里有共用的卫浴，算是挺方便的。然后后面的房间采光都不错，旁边的房间空间蛮大的，要放个 king size 的床都不是问题的。而且这里还有一个独立的卫浴。从房间转出来可以看到向北的两个房间，房间保养的相当的不错。然后我们就来到了隔壁的主人房，主人房空间宽敞，而且保持相当的整洁，这也适合买一些简单的家私就可以住了。这里的主浴室相当的大，而且保持相当的不错。这间 Stat Tropic 双层角投只是马币120万。如果你对二手房有兴趣，但是不知道怎么开始，我准备了一份买下二手房全流程，可以来到一房产攻略领取。买房找 Amos， 诚信至上。